说他不是有看文章，他有讲说这是两岸一家亲啊，还有九二共识，就是对标签化，应该创造新的名词。你怎么看？我是觉得柯市长讲这个，我是跟他意见不太一样，因为如果把它定为标签化的话，那两岸一家亲跟九二共识只是在嘴巴划过去而已，你有没有办法从真正心里面的认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把两岸的和平交流、和平的来往、和平开创更美好的未来限定在嘴巴划过去，不会有效果的。如果是从心里面认知，不光是坐而言，甚至起而行，自然会有不同的效果。所以这一点我跟柯市长不太一样，我认为是真的就要从心里面认知，而且真正的要实际的去推动，最少会开创我们2300万民众可以过一个比较好的日子。所以这次高雄市长选举最重要标志的一个什么路线呢？是人民要过好日子的路线，而不愿意再回到从前那种意识形态政党对抗、两岸之间纠葛冲突那种状态。台湾人民这个讯号非常强烈，否则国民党不会大胜。高雄市民这个讯号也非常的强烈，否则我不会得到将近90万票的授权。谢谢。是啊，那个您就职的时候啊，目前。